现代生活步调快，很多超市都设立快速柜台，但法国却反其道而行，实验设置慢慢来的聊天收银台，鼓励店员与顾客尽量话家常，减少人际孤立。在 COVID-19 疫情爆发，人际互动更冷漠之际，这样的计划大获好评。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、U 连锁集团和欧尚自2020年开始相继推出聊天收银台服务，不仅让客户没有结账压力，更鼓励彼此闲聊。2021年底扩大测试规模，其实为了适应现代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脚步，大型超市早已相继推出自助结账的快速柜台。这种聊天收银台的设置让消费者有不同的节奏选项，收银员和顾客可以花时间彼此关心。不少民众都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与鼓励，因为商店过去曾是邻里交流的场所，很高兴能重拾人情味、社会连结与人性。